Thanks, Els. I'm also very happy to pick this award. 那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 ，L 可以成为这个时代潮流更优秀的领导者。希望我自己能够秉承呢一个越来越具风格嘅女歌手。It's my honor and my pleasure to be here, part of all the beautiful winners. 是第一次 L 教会我怎么样，站得漂亮。觉得 L 的在我心中，他们是很时尚的一个风格。我跟 L 也合作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的风格，也谢谢他们肯定我的风格。我非常感谢 L， 还有感谢金泽老师，还有感谢所有喜爱我的朋友们给我支持跟鼓励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流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时尚。